实我觉得蔡英文一个特色就是他非常的不负责任，而且我说真的啦，哦，这个人还蛮懒散的。我们知道他之前开国安会议的时候，哦，开国安会议开到想睡觉。那还有包括呢，问到他事后台湾日后的能源问题，他也是一句话，2024之后不关我的事。那我们上次2017在跟他录那个开斋节的讲稿，我们大家都知道民进党的新南向政策吹嘘的非常凶，哎，但是真的要执行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都发现民进党的高层还有总统府并没有真心要贯彻啊。那包括我们那时候录一个伊斯兰的开斋节贺词，结果我们的蔡总统不但姗姗来迟，来的时候，哎，第一件事坐下来就开始看着读稿机，不啦不啦不啦，一直念一直念。至于内容呢，哦，不重要，反正就是譬如林鹤鸣之流的人为他什么，他就读什么。哎，一直读到了开斋节的贺词最后一段哦。那因为我们的蔡英文总统虽然名字有英文，又号称有留洋，但是我身为一个老师，我个人觉得他的学习能力还有外语能力，哎，真的不怎样。那最后呢，要念到那个斯拉马哈利拉伊多菲蒂啊，那个蔡总统总算回头看了一下学者我，哦，就说这个实在是太长了，念不下去啊，我就想办法把他的东西越说越短，越说越短，那最后就交差了事啦，啊。那至于内容念的是什么，我觉得我们蔡英文总统并没有这么关心，所以当他的周遭哦是这些小人逆臣当道，那我们蔡总统基本上就是心甘情愿当一个傀儡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哦，难怪过去几年我们台湾哦千疮百孔，到处都是蔡一的一园区，到处是诈骗，到处治安败坏开枪。原来这个关键就是我们国家领导人他的心态其实是漠不关己的，其实是没有把心放在国政跟人民身上的。